那小狗啊是我朋友的狗，是两三个月小狗吧，上山是活蹦乱跳，特别可爱。然后这个上玻璃栈道，它开始还行啊，但是后来的话，但是越往里走，这个玻璃栈道不是越高吗？然后它可能是恐高，然后就怂了，因为这玻璃栈道不是特别短，应该有个一两千米吧。然后抱了一段，又把它放下来了，赖着，哎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就是旁边游客很多人都笑了，就说好，这小狗太就是太忙了，其实拖着走的并不长，就一点儿，然后就把它抱起来了。